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是一所结合传统与现代的佛教寺院。自1996年启用以来，通过举办各种的活动，从文化、教育、慈善及共修四大方向，落实开山宗长星云大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的理念，为净化人心、祥和社会而努力。东禅寺位于雪兰莪州民风朴实的仁家龙镇，1999年获得国家旅游部颁布为宗教旅游景点。马来西亚首相纳杜斯里阿杜拉巴达威也曾在2006年春节到访，2007年更被选为雪兰莪州官方新村庆典的举办地点，成功促进了文化交流，未来将持续发扬文化艺术，倡导尊重包容的精神，致力发展成人文的重镇。走入东禅寺，矗立在两旁的是栩栩如生的18罗汉雕像，展现各种不同的姿态，欢迎大众来山参访。大雄宝殿里供奉一尊高18尺、重7吨的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，是我国室内最大的铜雕佛像之一。殿里两侧分别挂着佛陀8相成道图，让大众在欣赏壁画一雕之美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佛陀应化在人间的崇高人生观。抄经堂位于大雄宝殿的左侧，开放给来山大众抄经。抄经就是以毛笔抄写经文或智慧法语，所谓诸供养中法供养为最，字字珠玑的文字般若是增长智慧、净化心灵的重要泉源。而书法可以怡情养性，也能让心思沉淀，集中意志，端正身心，在一笔一画之中让心静下来，慢慢的写字，体会一份心安。修持中心楼高5层，总面积达6万平方尺。一楼为大斋堂，可容纳500人过堂用斋。二楼设有视听教室，装置完善的多媒体设备，以方便教学。而3楼的大讲堂，可容纳1000人聚会及上课。4楼是一间具传统丛林禅堂风格的大禅堂，能容纳300人一起禅修，透过静坐来关照自己的内心，让思路沉淀下来，可以达到疏解压力、定心、静心、明心的功效。舍利殿供奉着佛陀舍利，舍利在梵语巴利文中即为遗骨的意思。信众借着礼拜佛陀舍利，关照自己的内心，找到心中的慈悲，奉行佛陀的遗教，实践3好：说好话、做好事、存好心，让我们的社会友爱和平，让国家富强康乐。东禅佛教学院是一所注重生活教育及人文精神的学院，结合了传统的佛教丛林教育、现代的游学方式，让学子有机会到台湾、香港等地方参学。未来将开辟大陆主题、日本、印度等参学地点，欢迎青年学子报读，找到人生重新出发的力量，丰富思想的内涵。滴水坊是一处结合素食餐饮、书局的艺文空间，取名滴水坊是为了要发扬滴水之恩、涌泉以报的感恩精神。欢迎大众走进滴水坊，品赏美味的素食，看看书，静静心，转换一下繁忙的心情。艺术能陶冶心灵，
拓展视野。东禅寺佛光园美术馆常年举办各种艺文展览，广邀海内外艺术名家参展，展出内容包括美术、书法、摄影、雕刻品、佛教文物以及多元宗教文物等，让艺术与生活紧密的结合，为生命增添更多的感动。蓝比尼园是纪念教主释迦牟尼佛的诞生之地，漫步在蓝比尼园中，身心自然就能感受到一份祥和的欢喜。凉亭旁的祠堂也长满了莲花，青枝绿叶的草木，万花绽放，分外的美丽，馥郁芬芳。陵园之中，小桥流水，环形小径，更是行禅、沉思、冥想的理想园地。佛光山东禅寺常年举办各种活动，例如春节平安灯会暨花艺展、卫塞节花车游行、短期出家、禅修营、八关斋戒、佛学会考、歌唱比赛、读书会、生活营，还有各类型的社教课程，同时也出版各种心灵好书，以落实寺院学校化的理念，同时也举行捐血运动、慈善救济、监狱弘法布教等义诊服务，送爱到老人孤儿院，临终关怀，达到以慈善福利社会。欢迎到东禅寺走一趟人文知性之旅吧。